半。咁但係如果又係關係到啦財富問題換唔到咧，我哋都會咧係鋪地氈嚟取代，咁即係當一個新嘅地氣。咁所以鋪地氈有時迫不得已嘅，即係譬如話你本身上一手係鋪個磚嘅，但係你換咗曬啲磚好貴，咁唯一個方法你就被迫鋪地氈。咁如果譬如有啲而家咧有啲纖維地板咧都得，即係貼上去都得。總之咧，其實嗰個地氣上面嚟講一定要換。